الله الله أكبر أكبر الله الله أكبر أكبر الله أكبر الله أكبر 伊斯兰一年之中会有两个重要的节日，其中一个就是 Al-Fitr。 Eid 是阿拉伯文的意思，解作重复的欢乐，即是过节的意思。 Fitr 的解释就是开斋， Al-Fitr 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是开斋节了。每年斋月都会定在伊斯兰历的九月，每个已成年而身心健康的穆斯林都必须服从真主所定下的五项公修其中之一斋戒。在尊贵的斋月入面，穆斯林都会在黎明前吃过封斋饭，然后全日都不能进行饮食，直到日落才可以进餐。在斋月结束后的第二日，即是伊斯兰历十月一日，就是开斋节 Eid al-Fitr。 在整个穆斯林世界，这个是普天欢庆的日子。教包会一早去到清真寺参加节日的集体礼拜。在这一日，穆斯林通常都会穿着节日的盛装，亲朋好友之间都会登门道贺，人人互相祝贺，讲一句 Eid Mubarak， 代表节日吉祥。除此之外，穆斯林亦都需要完成一项社会的义务，就是开斋捐献，目的是用开斋捐献来赈济贫困的教包，等每一个穆斯林都享受到宗教的温暖，和穆斯林之间亲情友爱和帮助。简单一点来说，开斋节就是为了穆斯林完成斋月的公修而庆祝的日子。 La ilaha illallah Muhammad Rasul